哎哎，没人陪我度过这圣诞节，从来不抱怨，我是个边缘人。我在家唱歌模仿李圣杰，里面从来不去新北夜诞城。边缘人真的不是件错事，但过节真的是世界末日。其实圣诞节应该是西方的节日，搞得好像你看过耶稣诞生或过世，每天拍照打卡，这早已是常态。圣诞节还要特别秀恩爱，真的不是我爱在那边打拍拍，但你们真的刷爆我现实动态。兄弟姐妹呼朋引伴去派对，男友带女友去高级餐厅吃饭，我下班后自己帮自己买醉，手上有枪一定请你们吃子弹。我在家里研究把妹的战术，因为今年没人带我看圣诞树，如果有的话直接私讯，不用申请，我会帮忙拍照，而且还没人认领。看看身边的朋友脱单去过圣诞，我得撑住这十场圣诞。这次我看到前女友 IG 有男伴，我一定气得喷发。Hey, 兄弟，其实问题不在圣诞，只是有人好像还没脱单。修电脑了，哥的招数，你还得再多加看看，别浪费力气在那边花这探探。你开始后悔还在单身，开始后悔爸妈为什么要接你出生。大家打卡都在耶诞城，你故作镇定装醉，还在那边硬撑。就算我真的没见过耶稣，我也不想跟你同流合污，从平安夜一路嗨到日出，只有左手和右手在帮你庆祝。我承认边缘其实也不算醉，但看我现实状态你也别感到心碎。圣诞晚会女友想陪我们双宿双飞，赶快过来倒酒，也许让你偷喝一杯一杯一杯。我们之间差距不止一杯，圣诞节都快过了你还在装睡，别出门躲远一点，我怕你会有生命危险。